名 Wiki 师离骚，观众大众选出来的嘛，这个数据很真实，它包含了人气，包含了你创作的能力，你创作的啊吸引力各方面，所以挺好的，晋级是合理的。挑榜单第一名吗？哇！榜单第一名 Wiki 师，他用音乐演绎中国诗词文化，被网友称为古风圈超全能一体机。不弄云愁永昼，瑞能笑尽愁，佳绩又重阳，月正沙处，半夜两处头，东篱把酒黄昏后，幽暗相映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声声醉花阴》，它是我创作的，请朗读并背诵全文系列当中的一首歌。我是选小诗。 Winky 的气象很大，很稳的一个状态，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像第一名。我选 Winky。 我是 Winky。 邓鞋先去代理区。 Winky 是首先我对他的人很稳，而且很淡定，觉得整首歌它展示出来的时候，它发挥的也百分百，真的打动我了。怀念过去无忧无虑的时光，和你最天真的小模样，穿上一件件护身的盔甲，不管压在身上怎样的重量。第二位要淘汰的是Winky 师，就是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其实都已经预想过了，那最坏的结果 也不过如此，但是这么听其实真的我喜欢的选手们都留下了，真的好开心的。我相信这并不是一个结束，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也非常感谢大家投这么多票给我，然后也非常感谢一直在电脑前面或者手机前面支持着我的喜欢着我的朋友们，然后谢谢你们，然后也谢谢三位队长一直以来的厚爱，谢谢。